大围呢间爆红羊城屋由两位九十后嘅兄弟主理，大佬就负责楼面同埋水吧，细佬就负责喺厨房煮嘢食，令到佢哋一炮而红嘅咧就呢个黄金蛋包饭，每一份咧都系即叫即整，用咗蛋香浓郁嘅日本鸡蛋，再快炒成橄榄形。然后铺喺粒粒分明嘅番茄炒饭上面，鸡蛋外形胀卜卜，切开之后咧，半熟嘅流心蛋浆涌晒出嚟，蛋香浓郁，而且口感软绵。日式汉堡包咧都系人气套餐之一，汉堡包混合咗免治牛肉、猪肉、洋葱粒等等嘅材料，再自家手打而成，捞埋红酒酱汁，仲可以突出牛肉香。店主咧都推介奶油味噌炖鸡，特别用咗又嫩又 juicy 嘅鸡髀肉，酱汁够晒浓，送饭一流。焦糖甜薯就用咗一蜜糖香嘅鹿儿岛红摇番薯，番薯炸到外脆内软，超级野味。买上 iTable 嘅焦糖布甸咧都值得一试，不过呢个布甸咧净限量供应，想食到就要趁早啦。